好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哇！找线索，开密码宝箱，这个就是它的宝箱，里面会有什么呢？会有什么呢？用线索找出密码，我们一起找密码吧。好 ，Let's go。第一个是有多少个飞镖插在墙壁上？墙上有多少只龙？龙啊，不是跟我一样吗？我去查。没有。怎么？真的哦！哦，真的有哎，有一个。一个。没有。嗯，这个。不是。第三，你的床架上有多少个蓝宝石？找到一颗蓝宝石，找到了。OK， 来继续。还有哪里呢？哦，找到了第二颗。哦，第三颗。所以是三颗。哎呀！最后是地上有多少把钥匙？是这个样子的哦，地上只有宝石。如果宝石是真的，那就赚大钱。地上有两把飞镖。中了，继续了，都没有管你们了。找到了，一个半了，这一次只有一个。One， 沙杜，沙杜，五个，一个，恩巴，里莫，恩纳，杜九，拉巴兰，沙沙比兰，沙沙布鲁。他以为你要数到一百。所以密码是四二三。交给 Jonathan。三一，开好了吗？哦，开好了吗？哦，开到了，开到了。里面是什么？啊？就是我最高钥匙圈。来了个玉米叔叔和大象，就是得到这两个人物，大象还有这个玉米。我要大象，宝藏太少了。好，就让猪爸爸增加宝藏吧。出去，好，走，我出去。这么神秘吗？这么神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可怕、哦！周围我都藏好了，有三个礼物宝藏。OK， 找到就是你们的喽。还有可能吗？可能。对。你不答的。找到了。好。哇。第一份。没有。好，第二份啦。
最后一分在哪里？哦，阿杰他会在这里吗？有吗？我今天找到最后一份。猪爸爸别打针，我总是在这里。好了，你那么明显吗？到怎么变得一个好丑变形了已经，这是另外一只狗狗，哇，可爱耶！原本漂亮变成这副模样，怎么办？到一阵，走吧，走吧，拜拜喽！